各位家人好，欢迎回到兰诺的 YouTube 频道，也欢迎回到我们的 Sofa Talk。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九 man， 就是我们台湾 YouTube 界的偶像型 YouTuber， 他最近转型，他变偶像型 YouTuber。然后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创作历程，因为他的创作历程我觉得是很激励人心的。因为我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那时候九 man 已经大概200,000订阅，然后我就一直默默做我的，然后他也一直继续做他的频道，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台湾前几大的 YouTube 频道，所以我今天很想听听，就是九 man 到底是怎么经营自己的频道，然后有没有一些心法跟一些东西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。那我觉得他的频道不用做太多的介绍，那其实九 man 从一开始在做一些像相机啊、手机的开箱、3C电子产品，到最近会做一些像美食节目或者像豪宅开箱等等，基本上只要你想得到的东西，他都有开过箱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欢迎九 man。然后呢，我的第一个问题是。我觉得你的频道很厉害的地方是你渐渐的把你的内容做节目化。那节目化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，你怎么会想要去一个月一次这种比较大型的制作？一开始会做节目化其实真的做了蛮多年的。然后一开始会做节目，本来只是一个，我就算是一个好胜心，因为我十年前开始做 YouTube， 然后十年前根本没有网红这个词，没有 YouTuber 这个，有十年前可能有网红嘛，十年前还没有 YouTuber 这个词。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其实在以媒体圈来讲，在鄙视链里面我们是最低端的，就是传统媒体是绝对看不起新媒体的、网络媒体的。然后那传统媒体是精致化嘛，有节目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愿给自己，就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来做个节目给自己。因为我那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主持人，可以侃侃而谈，不管访谈节目也好，或是一般的有企划性质的节目也好，所以呢我就发愿要做节目。然后一开始要做节目这件事情，因为陆续又跟一些经纪公司谈，然后这些经纪公司没有一个要帮我做节目，他们就觉得做节目，网络做节目不会赚钱啊，然后经纪公司就只是想抽你的钱，他根本不会想不会赚钱的事情。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做节目，然后从早期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早期的九 man 九件事，然后到这个九 man 秀，然后九 man 秀完之后接续的会是就是要对决，然后到后面延伸出了很多节目。那一开始真的只是为了自我实现，就觉得说我想做节目，我想要做一些传统媒体才能做的东西，但其实我们新媒体也可以做，一开始是这个发想。那后来持续做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18年的年底吧，19年我觉得 YouTube 竞争就很激烈，那在这个竞争的激烈的这个情况下，其实节目有一些优势，就是节目除了给你的你观察像木曜好了，或是像就是要对决，节目的优势是你一旦持续更新、定期更新，达到一定的频率跟这个时间之后呢，会养成观众的收视习惯。例如说，大家习惯礼拜四晚上要看木曜，或是礼拜一晚上要看对决。那养成收视习惯之后呢，会让你的这个节目甚至整个频道的流量有所谓的保底流量。保底流量是非常珍贵的，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演算法的算法下，其实订阅已经不重要了，订阅已经跟点阅脱钩了。那我们完全不看订阅的情况下，创作者要怎么保持自己固定的能见度是非常可贵的。所以如果节目我们从非常功利性质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它可以养成所谓的保底流量。所以这也是我，因为我是一个频道，是一个公司嘛，什么要维持公司的营运，所以呢就也会继续做节目。但我必须老实讲，做节目这件事情我本身很开心啦，我是一个很多想法的人，然后很喜欢去执行它，所以看到节目从一开始的发想，然后困难排除，然后到真正执行，然后执行出来之后后置剪出来，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就是我喜欢做一些偶尔做一些精致化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你在做节目，你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流程，然后呢，你也做了很多集了。那其实要把影片做成节目类型，我相信是很多 YouTuber 不管是刚开始的，或者是已经做一阵子，都会可能多多少少都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走，因为它代表你可以做到一定的规模。那如果你可以给一个建议，就是假如今天真的有一个 YouTuber， 他是刚起步，然后他想要做节目类型的影片的话，你会给他什么建议？那我建议你先抓6到12集，你能写得出6到12集，你这个节目要做什么，你可以很轻松的，或者是你想一下可以做到6到12集，再来说你要做节目。不然的话，你这个节目很有可能开头做2-3集很快乐，可是后面你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我建议你，节目要先录好3到4集的存档，再来开始放，因为
因为很有可能遇到任何突发，就是你要有一个缓冲的存档。如果你没有缓冲的存档的话，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，你会来不及嘎出下一集，你就没有办法周更。那周更这件事情是一旦断掉，它就你就可能之后都会断掉。所以我建议你是不断的更新。那不断的更新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，这个大家要自己执行过才知道，就是定频更新是一件。它需要就是各方面你都要达到，你才能够定频更新。所以你看哦，像疫情期间就考验着各个频道的存档有多少。就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一集跟下礼拜要上的对决，我们都还是没有上口罩的，因为我们的存档很多。就是我自己会抓3到4集的存档，甚至到过年前我会抓到5集的存档。那录制存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消耗战。就是你已经很努力的拍了两三个礼拜的片，然后这两三个礼拜其实片子都还没上，你要先集气。对，所以几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写出6到12集的大纲，然后第二个是你有能力可以做到大概3集甚至更多集的存档，那再开始做节目的更新。对，然后我想补充一点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我听你这样子讲之后啊，就是真的要做节目是一件，就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，更不用说就是刚起步的 YouTuber。但是我觉得你设立一个很好的，我觉得算是模范吧，就是会让别人看到说，一开始是你拿 R X100 拍到百万订阅这件事。我会认识你是因为我就是知道你拿 R X100 拍到百万订阅，然后你才肯换相机。那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激励啊，就像我讲说，我刚开始认识你那时候是你20万订阅，到现在已经破百万，然后已经可以就是称自己为百万 YouTuber。 那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你终于圆了当那个兰博基尼车主的梦想。哦，可是我会贴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车色。你有想过你10年前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他可以带你到你现在的这个地方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因为你看10年前根本就没有 YouTuber 这个词，顶多有人说是网红、网美，可能10年前有，就是完全没有想过。我10年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我是一个闷骚的人，然后我是一个想红的人，想要被看见的人，然后但不太确定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摸索，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你慢慢的知道说，欸，我拍什么样类型的东西我很开心，或者是我拍什么样类型的东西我在雕它，我在琢磨它的时候，我是有成就感。这是一个摸索。那完全没有想到10年后会这样。有的时候我半夜醒来，或是早上醒来，就觉得说，欸，这是不是在做梦？就是现在可以拥有这样子的舞台啊，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一些作品，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在这个背后也是你一定吃过很多很多苦嘛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用你自己讲，这个自己身为创作者，我们大概都知道说这条路会有多辛苦，然后跟要花多少心思。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低潮，然后你是怎么走出来的？我想一下，我觉得大部分创作者在人生第一次面到对到舆论，就是可能酸民黑粉的时候会有低潮，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上的节奏，就是你可能拍一拍会迷失自我，就即便你点越好跟点越不好，你都可能会迷失自我，这个会是另外一个低潮，主要是这两个低潮。对，真正最低潮是你曾经很红然后过气，这个是低潮。你会像这样觉得说你曾经很红，然后你现在你已经过气了吗？
我有。我以前在十年前，我在做一个游戏叫《星海争霸》，它是一个电竞的项目。那我曾经做《星海争霸》，是做到有当这个职业赛评，然后去未来娱乐台转播，就是官方的联赛去转播比赛。好，展元主人好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主人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赛评女股救妹。相对就是在《星海争霸》里面，可能是一个被知道的一个人物，就那个时候的可能。最终人数就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以这个次文化来讲，有个三四万粉丝页，那个年代还在粉丝页都在经营粉丝页，那粉丝有三四万的赞，觉得还不错，是个人物，偶尔会被认出来。然后后来《星海争霸》没落嘛，然后我也播的不好，所以后来呢就也没有玩《星海争霸》，改播其他游戏，就变得超级过气。那过气的程度，我有在很多访谈讲过，就是开直播就有20个人看，非常过气。所以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并不是拥有舞台。人生最痛苦的是你拥有舞台，失去舞台之后，你要怎么想办法再把舞台拿回来？所以这个我觉得，你曾经红过，然后后来过气了，后来没有人看你的东西了，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面对这样子的低潮的话，从正面的角度来看，我会建议各位是一直问自己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的吗？我会建议你挑真的你喜欢的事情做，喜欢的题材做。因为你做你喜欢的题材，就算没有点阅率，那至少最少最少，你拍的影片，你拍的创作是你自己喜欢的，你在剪的时候是快乐的，你上片的时候，你自己在看的时候，过程是可以愉悦到你自己的。那多年后，你就把它当做日记看，你也没什么损失。你千万不要在低潮的时候硬做一些自己也不喜欢的东西，那这会是一个负面循环。所以我觉得面对流量会是一个很大的低潮。所以你看，像我现在，我最近的流量也掉蛮多的。我最近的流量除了对决之外，很多流量就剩下十几万。当然我知道十几万对很多创作者来说是很大的流量，可是如果以我们频道来的话，以我们频道来说的话，是一个不及格的数字。所以我当然也会不开心啊，也会低潮。可是这个低潮会非常短暂，就是十个呼吸之内，我就会接受它。那你现在你的频道已经达到一个就是还蛮酷的里程碑。那我会在每个访谈结束之后，我都会问那个创作者说，那你已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，不管是半百订阅啊、百万订阅啊，那你现在如果可以对你的频道许愿，你会想要许什么样子的愿？今年尝试着在拍纪录片了，大家跟别人讲，大家都不相信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纪录片好难哦，就是。写稿子很难了、啊，就是写文案很难，就是想拍一些很不一样，拍一些大家不觉得我会做的事情。综艺节目我还是会做，然后想要拍一些纪录片，以频道来说的话，然后摄影棚许愿的话，摄影棚我希望有摇臂哦，光是有摇臂这件事情就代表这是一个资本的高墙，这个棚大概要有5公尺或6公尺高啊，才有可能会有摇臂。然后我希望开场我的这个主持台是会旋转的，下面是一个大的。你有没有看过国外的频道是车子可以开上去，然后开场他的车子在旋转？我知道，然后你旁边还要喷水吗？喷水，我们要喷水倒是没有想过，但是就是想要旋转，好像就有一些硬体上的这个追求啦。对啊，它是一个有很好，但我没有达到，我也没关系。我觉得好了，也、欸就是认真讲，许一个愿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很难，就是在一个心情正常、心情愉悦的情况下持续的。做这一行，这个可是蛮难的。我很喜欢你的答案，因为很真实。对啊，所以今天九妹给了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步骤，然后其实也是 Sofa Talk， 我觉得是我们想给大家，就是那当创作者看完之后，你可以有一些实际的步骤拿去实现，不管是在做节目方面啊，你可能要先预录一些影片，然后给自己一些 buffer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九妹他刚刚跟我讲他的愿望也是非常的实际，就是你。九妹想要有个摇臂跟一个可以旋转的舞台，所以如果你在看这部影片，然后你是摇臂跟旋转舞台厂商的话，就麻烦你跟九妹联络，然后帮他圆个梦这样。或者是你是厂办出租，你的这个厂办有5-6公尺高，可以跟我联络。对对，如果你是土财主的话，那也麻烦你跟九妹联络，然后请你就是把摄影棚租给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Sofa Talk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九妹，然后我们聊的东西，我觉得相信每一位创作者在看完之后呢，都可以 you can take home something， 然后呢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所以能够邀请到九妹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，我们非常的荣幸。那我们这一集 Sofa Talk 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一集见 ，Cheers。那我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，然后就成为一个
解决台湾男性甚至全亚洲男性只要你读得懂中文呢，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解决你情感问题的解决方案。